上一次回家之前，我在一个做衣服的店里面给小杜定制了一个大衣，定制了一件大衣啊。现在我喊小杜跟我一起到店里面去把那个衣服取回来。这儿，哦，你在屋里还戴个口罩？是的噻，等会儿别个买东西不？带你去拿个东西，正旺，我带你去拿个东西。哎，我看见了。给你个好东西。阿婆，我来了。你那行是定做衣服的地方了吧？你把我带到那行来了噻。给你做了件衣服，上次回家之前给老板订好的。你还有点舍得哦。咋舍得？这个手艺哈，做出来衣服非常漂亮。你看这个大衣。还吃？我的衣服呢？嗯，等一下拿来吗？拿来给他试试看。早上打电话通知我说做好了。哦，那个突然想起来私人定制一块儿呢。哎呀，快点喽，试试嘛。再穿上裤子。哎，我今天穿的那个松垮垮的内衣，我老说那个好像也是松垮垮的款式。哎，这面料可以的。咋样啊？咋样啊？你觉得咋样啊？大气很嘛。大气啊。那我是不是再穿个高跟还更好啊？哎，对。再穿个高跟。高跟还穿去，把口红一涂起，再抹点粉儿，我跟你说，那绝对。嗯，那绝对。哎呀，那个镜子性格我好高，是不是啊，胖哥？嗯。啊？我那镜子里头看起我好高哎哈。别，他的镜子是放高了点的，晓得不？好多钱？像我耶，你硬是舍得哈。你今天有点让我刮目相看哦。一个那个啥子绒，你看没有？那个羊绒的，羊绒的，嗯，好点种，高等级。哎呀，你个人都舍不得给你个人买个好的。我下回给你买。给我也出一下。哎，那可以可以，十万块来给他量。可以，有那种啊。你去拿来给他试哈。你，我让你试一下。啊。都舍得给我姐这么好的衣服给你买件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看你一天辛苦得嘛，硬是演带演走那个重严重啥子，挣点钱不容易吧？他一天男人那种心情嘛，那种不喜欢。男人辛苦挣钱，就是不是就是给老婆买衣服穿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说些话不懂，我也试了新衣服，搞一盘。要得要得，可以可以。可以不买了？可以试。他要买了有啷个嘛？我他想好看，希望你买噻。你感觉有点像情侣装哎？哎，那个穿起好像有点气质哈。是啊。啊？是啊。好像回到了三年前上班的时候。你是年轻了，至少三十嘛。至少三十，哎，真的好像是面料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是也是双面料，还是单面料？哦，它是单面料。我好像找回了那种，找回了那种上班的感觉。又是一个领导样哈，小了点，我还是小了点点哈。那时候上班的时候，要把手背起，把脸垮起。老板说还是小了点点，要叮嘱一下。可以做哎，还是要叮嘱一个。出来，我生气。别个我还喊你试衣服都快看了，咋样嘛？款式各方面。可以，你的眼光没得说，没得说的噻，没得。但是没掉头的，转一圈给大家看看，就是擦一双高跟鞋哈，把高跟鞋穿起，穿一高了，哦，气质就出来了，很大牌，很大气，很大牌，老板说的很大牌。对，他人高，他穿长的，你看不？啊，他这，他就穿瘦点长款的。这个还有点样分，有点样式。那个就小了，那个小的啊，小了点。我今天来喧宾夺主，对他的试衣服我还认识。莫来头的，你那件是已经归到我身上来了的，你那个还……我说，但是这件衣服看起，它气质那块儿啊，隐形那种看起来。看起来老，看起来像五十。哎，不过那个款式，我像老年那种。那个款式买了那个那个，那个显起要年轻些。哎呀，老板就那个款式，给他来一件。我来一件喽。哎呀，快点放走。来一件啊，那么贵我买不起。对，你跟我都买得起，跟你个人买不起。跟你买不一样，跟我买又不一样。我那个十，他便宜没事。我那个网上十九块九，
穿的安逸得很，又热一会儿，又舒服。你把我恁个大姐请，我们两个恁个走起，哎，网友朋友们说说看，我们能够到不到？到，绝对到。要不要跟胖哥也来一件？不要。要吗？我悄悄妹妹给他来一件哈。关键他。是还可以，我觉得那个前面好像还是有点太宽松的感觉，但是后面提了点儿。对，它是那种半斜，但是你不是小了还行，它的不。哎，其实你看那个宽松的起来，还我觉得还美的当时那个。你不瘦噻，也是它。那个袖子可不可以稍微改小点儿？他总是说那个袖子有点儿大。卷定的那种，卷定的一般整个人。嗯。没得漂亮些，那其他都是跟标准相反。哦。那都是个小孩儿啊，那是小孩的。嗯，跟你一样高了。差了半鞋。他那个样子是比较满意的哈。走，打道回府。哎，你量一下吧，量一下吧。不要。那个衣服才800块钱，我是买的了。买不起，嗯。那个有气质。看我给王买的衣服不看。好看。好看的。很气质哈。嗯。那就是我媳妇儿，她的名字叫杜鹃儿。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抠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包括我小孩，包括我父母，他都很舍得。实话实说，跟他买任何东西的时候，就不要经过他的同意，也不要经过他晓得，你直接买回来拿给他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跟媳妇儿买东西，一定要舍得，你舍得，他就会对你更好。拜拜。